好，各位媒体朋友晚安哦，大家辛苦了。那么蔡英文总统今晚透过这个机会哦，来发表这个我国与所罗门群岛外交情势的相关的声明哦。那我们请蔡总统。各位国人同胞，就在刚才我们终止了中华民国与所罗门群岛的邦交，对于所国政府跟中国建交的决定，我们要表达强烈的遗憾与谴责。过去几年，中国一再透过金钱、政治上的压力，打压台湾人的国际空间，我们也要给予最严正的谴责。这不仅是对台湾的威胁，更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破坏。多年来，台湾对邦交国的态度，就是当一个真诚的朋友，竭尽心力，诚以待人。但是面对中国的介入打压，我们也绝不受威胁，不会任人予取予求。我要强调，台湾不会和中国竞逐金钱外交，应付不合理的要求，这不是我们做外交的方式。更何况中国的金元承诺经常只是空头支票，而台湾为所国人民所做的，特别是医疗、农业、教育、文化上的协助，也从来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。明天起，我们将会将我们的使馆关闭，而且撤回所有的派驻所国的技术团以及医疗团的成员。我们很感谢这些为了两国的邦谊奋战到最后一刻的外交战士，他们未完成的合作计划无法持续，确实很遗憾，也是所国人民的损失。但既然这是所国政府的选择，我们也只能如此回应。尽管两国断交，我依然要感谢这段时间当中所国国内支持台湾的朋友和人民，也感谢国际上协助斡旋此事的盟友。邦交生变的确是一个挑战，但台湾在全世界还是有许多的好朋友与我们并肩作战，我们并不孤单。这几年来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中国正透过断我邦交国的方式和各种加压的手段，打击台湾的民心士气，迫使台湾接受一国两制。相信2300万人民的答案都是不可能。台湾朝野政党荣获对两岸关系有不同的看法，但不接受一国两制是台湾最大的共识。我们相信挖走台湾的邦交国，就算能够制造一时的舆论，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终究是百害而无一利。中国的举措，无论是针对军购 F-16 展开报复，或者是为了香港反送中事件移转焦点，都不会影响台湾人民的信念和团结。台湾要用行动告诉全世界，我们不会放弃提升台湾的国防战力，我们更不会放弃对民主的坚持以及对香港的声援。我们会继续积极走向世界，不论是邦交国或者是非邦交国，中华民国台湾会一直跟世界交朋友，如同所有其他的主权国家一样。各位国人同胞，在未来这段时间，来自中国的压力只会更大，不会更小，但是台湾人民不会屈服，中国影响台湾政治和选举的企图也不会得逞。面对中国霸凌，中国台湾必须要勇敢团结，走向世界。我们没有退路，不能够萎缩妥协，我们必须一致对外，走出自己的路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总统。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到这边结束。那谢谢各位媒体朋友，媒体朋友辛苦了，谢谢。